甲问一届，咧提醒一个先知，
啊，即摆亚马逊咧甲讲哦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伊甲讲诶，伊讲恁毋通甲因做伙去，因为即个百姓是安怎，你袂使甲因救助，伊是得着福气诶啦。哦，即个百姓是得着福气。好，亚华清楚甲讲，吩咐伊毋通去，啊毋通安怎，毋通救助，吼、哦。应该是两项啦吼，你唔通去，第二件咧，唔通甲因救助。好，即摆伊倒去甲迄个巴勒王的使者甲讲啥物话？讲你倒去啦，亚哈不准我甲恁去对无？伊有讲了无？伊讲会甲亚哈讲有共款无？巴兰先知讲的话，甲亚哈甲讲的话有共款无？搁看一届，亚哈讲啥？第一件你唔通去，第二件你唔通甲救助。啊，伊交甲讲安那？我爱甲你去，因为亚哈不准。啊，伊有讲要救助无救助无？为什么？这样讲有什么差别？就是讲，我甲你拒绝，啊，毋过吼，毋是拒绝到安那，这天地，我帮你留一个什么？留一个空间，留一个后门呐、啊，吼、哦。为什么是要那留一个后门？就是要留这个啦，即摆巴力王吼，伊搁找见安那，搁较尊贵，哦，啊，搁较悬的官员来吼，啊，搁带搁较侪物件来，要来。恳求讲，拜托诶，你跟我去巴兰先，你跟我去吼，啊来救助遮诶以色列，以色列百姓。啊，巴兰讲啥？伊甲即个王讲，我要互你极大诶尊严，你要啥物话，我就互你啥物话。啊，巴兰讲啥话？巴兰讲，就是吼，迄个王甲伊规间厝诶金银财宝互我，我嘛未使违背上帝诶旨意诶命令。各位兄弟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重点是第一句还是第二句？第一句啊，第二句啦。我特地把它离开，有个空隙。尊公伊个王哦，好啊，我规间厝的，伊给伊所有的财宝拢给我吼，我嘛未使违背上帝旨意吼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恁搁大一面，我搁来问耶稣一届吼，我搁来问耶稣一届。各位兄弟，你看会出来，伊的心是咧想啥无？其实这是开价，第一股是甲开价的那样，你至少要给我什么？吼，无得金银财宝开使哦，你真正我较济开使。啊，不过我袂使违背上帝哦，所以我第一，今日下问第一个安那，第一个问一届吼。这个奇怪，这个妖话讲，伊哪来搁找你去吼？你来跟伊去啊？啊，不过伊在尊看我的命令，我的判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嘞，妖话第一个讲啦，袂使去，啊，是安怎搁问嘞？但会使去啊？安尼有学起来无？安尼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学起来？啊，问上帝，上帝说不要，你就怎么样？啊！再问一次就好，跟问到上帝讲啊啦，讲好安尼，讲好为止是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圣经写的、啊，第一届以后讲唔通去，啊第二届讲啊好，无你去啦。啊唔过吼，你得尊重我的原则。咱来看后面的故事啊，就是这只罗跟巴兰的故事吼。啊，当然咱的。这个技术已经有念过哈，已经有讲过，讲过这个故事啊。即摆巴兰甲徛伊个女啊，啊甲迄个两个使者吼，要等。啊，结果女啊看到啥？看到天使，看上帝使者，一支刀已经拔出来，吼，啊徛伫做尾个路顶边甲等。巴兰有看到无？巴兰无看到，刚刚伊只女看，有奇怪无？这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
真实会当看到上帝。啊啦，人煞找命啊，吼、哦，人煞找命啊，吼。啊，拄啊奇怪代志发生啊，因为伊咧迄个路咧觅迄个天使，所以伊去跨着，去划划着迄个巴兰的脚吼受伤，巴兰甲拍三界，伊只路山嘛，煞讲话啦，吼、哦，迄你若巴兰你安嘛？我下个来说袂吼，哇！如果讲袂起来啦吼，啊，如果问，甲指责别人讲，你是安怎甲我拍？吼，啊，别人讲你唔听我甲你拍，各位兄弟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唔听话，我就安那，甲你拍吼，我手拿我刀，我安那，甲你抬死。哎，别人在讲什么人在讲的话？别人即摆在讲话，应该是什么人讲的？应该也我上帝讲的哦，吼，应该也我上帝讲的。啊，如果讲吼，我敢毋是你一世人所徛迄只路吗？我敢会做即款无听你的话代志？过下这，然后我上帝哦，要互别人知影路吼，比啊嘛，比较听话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互路会当看到，会互路会当讲话。啊，这个巴兰呢，伊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。伊看袂到上帝，啊！伊要讲的话是毋是上帝的心意？嘛毋是上帝的心意吼。所以比较起来吼，那只驴看会到，佮会讲话，啊，巴兰是安怎？找骂佮会讲，是毋是？吼、哦。所以如看会到上帝的书架。巴人看袂着上帝的书架，啊，即马如果解说了，巴人知影啊，巴人就讲啊，如果要讲话，伊是合着上帝心意的话，啊，不过这个巴人，伊要讲的，哦，伊心内想要趁钱，要去救助这一些人，是违背着上帝心意。啊，这有一个问题啊！吼，头拄咱讲，第一届上帝甲巴兰唔通去，啊，是安那第二届就要去啊？啊，要去，佮要甲抬，这个上帝嘛安那？出尔反尔，怪怪哦！无你两摆好去就好啊，是安那？是安那要抬？好去要佮，阮准伊去，啊，佮派天使要甲抬，这奇怪一个代志。要甲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小故事吼，我记起我咧记起我讲过一个故事吼，有一个白人的牧师，吼白人的牧师啊，伫较早的时阵的美国吼，一个白人的牧师吼，啊因教会拢白人，啊有一届有一个黑人来到门口，吼要参加因的聚会吼，啊这个白人牧师他讲啦。无你后礼拜来吼，我这礼拜祈祷奉上帝，啊上帝若讲好，你后礼拜来，咱一定咱家己咱教会。啊即马后礼拜日，迄、那个黑人过来，啊白人上迄、那个白人的牧师就讲，上帝还袂给我回答，无你搁等一礼拜，吼、哦，搁过一礼拜再来，啊黑人要搁等。啊即马过一礼拜主日。一个来，啊，迄个白人牧师啊，上帝吼，嘛还袂甲我讲呢，你得有耐心的听候吼，啊，迄个，搁等，哦，下礼拜才来，看上帝要互你来我这间教会无？啊，结果迄个黑人讲，啊，牧师唔是啦，我今日来是要甲你讲吼，上帝甲我讲，伊无伫遮啦吼，叫我卖来这间教会呢。所以讲这，咱人的心意哪一间变啊吼？有当时啊。咱是要叫上帝给咱背书啦，像这个巴兰，当伊看到迄个摩阿王巴力所送来遮个金银财宝，其实伊心内就已经安那，伊有决定无？有哦，伊决定是啥物？要去无？未啊，要去啊。虽然知影这件代志唔对，不过伊心内已经下一个决定要去。所以要假意，假设讲来暗时啊吼，
你带一枚吼，我来问上帝，无拍算上帝甲讲啥？未使去，未使甲救助。啊，毋过伊心内犹原想要去趁一天去，所以伊才会甲这人讲：啊，上帝不准我甲你去啦吼，恁转去，恁转去。那开一个后门，第二届来，搁较侪金银财宝，搁较侪尊严。所以，伊知影上帝已经连面甲讲唔通去，唔通救助啊！伊犹原搁请伊带一枚，要搁问一届。伊心内就是唔盲讲吼，一届问，两届问，三届问，问到尾啊，上帝会讲啦，好啦，哇，上帝真正讲好呢，啊，毋过甲反复讲，未使甲救助，你来照我的尊探我的文化。上帝知影，其实巴兰吼，伊的心内就是要赚这笔钱，就是要去救助，所以从哦过程路程吼，各安排这些路啊。讲话哦，甲提起，所以呾即咱实在嘛是同款。咱常常嘛，读到迄个读书的故事，咱常常嘛是已经下决定要照咱的意思去做，暗讲哦，先来个鱼，来有啥甲你做保证？啊，还叫上帝来甲咱做保证，安尼做起来吼，较好打。所以咱心内其实知影这件代志无合伫上帝的心意，啊，不过犹原假意在祈祷，在找找上帝的心意，啊，不管找咧安那，反正我决定就是变啦，就是要做，我决定就是要做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的纪念主日，咱知影伫初代教会。在母亲节的时阵，海苏德苏德里亚山的天后圣神，第一届讲，咱唔通误会吼，误会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伫迄个母亲节进前，圣神就拢无降临，无，咱为过要开始看，拢知影，圣神甲伊的百姓做伙，圣神甲上帝所拣选的人做伙，啊，唔过伫过要的时代，圣神的。Mission 伊的任务吼，是阶段性的任务。上帝若要找见什么人去做什么代志，上帝是甲伊做伙。啊，可能这个代志做了，上帝是就离开，还是讲这个人伊无过尊探上帝的话时阵，上帝的信心就离开伊。啊，毋过为信仰，为主耶稣基督伊的应允开始，伊讲我走了后，我要找见信心。正做恁一个另外一个诶宝贝书了后，圣神降临伫人诶性命内面，伊是永远伫，伊毋是干呐降临伫咱诶心中，伊是安那，伊是常住在我们心里面哦，伊是驻守在我们心里面哦，伊是干呐到底，这里是一个介重要诶观念哦。就是讲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咱人唔通常常一直想讲，我要往外口去找找上帝的心意。其实你会当往对，对啊，对，往对，往咱的心内去思考上帝的心意。其实咱拢知影，咱拢知影，这件代志要做还是唔该做。但咱家己心内解清楚，哦，咱若真足，这信息，这真诚的话，咱家己的心内，对唔对的代志，咱拢做清楚，是迄款，你的阿选，你所有的选择拢是对，啊，有可能你的选择是拢唔对的时阵，你较困难去选择，选定。那是拄到对甲唔对的代志，咱心内拢是做清楚的。有阵时啊，伫迄个模糊的境界的时阵，哦，咱虽然知影这无啥好，啊，不过吼，咱就别轻易的唔望上帝，咱互咱去做。其实咱做勉强的，咱嘛，咱心内拢清楚。为啥这圣神甲咱伫？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应该是咱每一工。常常的祈祷，
咱每一天常常亲近上帝的话，咱每一天拢有水的团体，甲咱的兄弟姊妹啊，三脚到底。咱若安尼做的时阵，其实圣神的声音伫咱的心内是足大声的，是足清楚的。应该做，应该不应该做，咱拢知影。咱若无常常伫祈祷，咱若无伫亲近上帝的话，咱若无爱甲咱的兄弟姊妹有团体的生活，当咱拄到代志的时阵，咱特别来祈祷，要找寻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迄拢无效，迄拢伤晚。迄是要靠咱每一天伫信心内面的生活，培养出迄款的气力，迄款的能力，会当分辨上帝的声，会当去分，会当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咱若平常时做听说，平常时拢无伫读圣经，无伫祈祷，无伫甲兄弟姊妹团结交配，拄到代志时，特别来祈祷的时，就甲别个共款，干那要照我家己的意思，咱家己的意思来祈祷。啊，祈祷济啊，就骗家己，就安慰家己讲，上帝是安尼到底。各位兄弟，咱千万唔通甲这个别个共款，咱知影，其实咱已经知影上帝的心意。要做，唔做，咱回头看家己心内，以这个圣神，以咱心内生命内面的圣神，伊的确会出声，的确会提醒。咱三脚来祈祷。至诚的父，你的声。不是只为天上来，你的声也透过圣经在跟我们讲话，你的声也照着在我内面的信息在跟我们讲话，所以帮助我提醒我，不通拄到代志，干那要往外口去找找你的心意，帮助我安静我的心，保守我的心，知影圣神伫我的内面对我讲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恩慈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